谢谢平燕。平燕呢？你整首歌呢？我刚才下几句水，足水的声，吼、哦！你整首歌都是迄种行的感觉。我觉得那个技巧也好，那个态度也好，都非常的明确。所以两个人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我希望你未来的歌单，能为的歌单，都会当拼出家己的一片天，吼、哦！加油！哇，真的是语重心长哦，谆谆教诲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尚杰跟平燕，你们今天呢，就是同行者。什么叫同行者？就是一起同行在这个比赛里面。然后，如果你们这个阶段呢，其实如果你们最重要是学生哦，这个身份哦，你要记得。你跟别人最不一样，就是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教室，就是在这个舞台啊。然后这是很多人在摸索，就是说从一个现实的学校要进入到一个心境的、心灵的、属于自己的一个进阶的一个学校，就是你们现在站在这个舞台。就每唱一首歌，就在为你们这个成长留下一个记忆，这个很特别。平燕呢，我觉得你已经超越了很多专业的歌手，很多专业歌手是没有办法说故事，在歌里面说故事的，你可以，这是很厉害的。